我真心恋慕你，哪怕你并不恋慕我也无妨。他拉我就得靠近，推开就得远离，这就是宫女。我想把你留在身边，不是作为宫女，是作为女人。奴婢并不希望嫁入王室，成为后宫。不想成为后宫的理由是什么？那孩子所害怕的，会不会其实是主上呢？究竟还要再等多久？请你爱我吧。衣袖红香边，6月15号起全台首播。